那除了用那个 index 的这个函数之外，哈，我们还可以用那个 indirect 这个函数，应该有印象啊。indirect 啊，其实基本上的哈，它的主要的作用啊，我们前面有讲过嘛。我们可以再拉一个啊 ，indirect， 也许这个可以再把它删，重新再来过哈。那 indirect 的话呢，第一个插入函数，一样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indirect， 那这个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。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呢？哎，你跟我讲一下你要的是哪一个储存格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指向给它这个储存格。但是我前面讲过哈。因为 indirect 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不会帮你加双引号，所以你记得要加双引号，按个确定。那你会发现哈，哎，这个地方如果你指向 B2， 那它就会抓到这一个。向右的话呢，应该 B2 会变 B3， 可是问题现在我们不会变 B2，B2 会不会变 B3， 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拿什么呢？拿刚刚的那个公式，把它串接到后面就可以，也就是后面这个数字，后面这个数字哈。刚刚是1234一直到32，可是呢，因为这个 indirect 它是指向的是实体的工作表的位置，所以哈，你势必这个地方要把它改成2到33。那如果你2到33的话，当然你就需要怎么样产生那个刚刚用 column 跟 index 所产生的那个公式了哈。那那个公式哈，我们刚刚这边有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哦，拿来修改一下就好了。那里面的话当然哈，一样用 column 跟 row， 只是说你这个是变一嘛，那怎么办？你就把它减，本来是减3的，变减2就好了。哦，本来减3，为什么减 3？ 因为我们位置是在第四栏，那现在的话2向右，2到33，那刚好就指向什么？哎，指向B 的哈2到33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一样把它剪下来，插入一个 indirect 函数，画面就一样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 indirect 给它什么呢？给它一样一个 B， 指的是 B 栏，因为呢固定都是在 B 栏 ，and 串接什么呢？把刚刚的东西串接在后面就可以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变 B2 了，有没有？按确定。哎，他就抓到了，向右，哎，有没有抓到其他的？向下，其他资料全部抓了。那再来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公式哈、哦，再利用 ，H 你用 replace 比较简单嘛哈、哦、，replace 基本上的哈、哦、就没有像 mid 跟 find， 那你一样用刚刚的方法嘛，我们用文字里面的，哎 replace， 所以你往下找 replace 在这里 ，old text 就原来那个资料 ，star number。从第几个字？从第一个字，抓哪一个字？抓啊，这个是几个字的哈、哦？所以上面的栏位名称的总长度 len 啊、哦，所以配合 len 前括弧，再加上后括弧。那因为我还有个冒号，所以把加一哈、哦，总共意思是说，从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，把帮我改成什么？没有东西。意思就是把它删掉的意思啦，好啊，当然未来如果要取代别的，你就是在第四个参数哈、哦，给它一个新的字串，它就帮你取代哈、哦。OK， 它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基本上哈、哦，那个入值时间向右向下，哎，完成，哎，哦，还有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这个要锁，锁什么呢？锁一列。因为你一列没锁起来的话，有没有？它变成二，那二第二列的长度就不是第一列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第一列，就是栏位名称的长度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地方要锁起来。没锁的话呢，答案就不正确。那这个在云端上其实也有答案啊、哦，所以向右向下，哎，没有问题了哈、哦。OK， 所以你当然哈、哦，如果做错的话，你也要知道错在哪里啊。哎，其实我有时候一看大概就知道了哈、哦，啊，只要细心哈。哦那这个是用 indirect 做出来的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？再复制一个，请你用什么 offset 试试看哦。那 offset 其实基本上，哎，只是说以哪一个当成基准，比如说我们以 B1 当基准，那如果你向下一列，它就向下偏一列，好、哦，所以
如果你用 offset 的话，基本上哦，但是如果刚开始你还是不太清楚这个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试试看，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。那这边有个 offset， 那基本上它有五个参数啦，可是高跟宽其实不用理它 ，reference 是以哪个当基准？比如说我今天以这个当基准，就是 B1 当基准的话，哈，那我可以按 F4 把它锁起来，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。 那这个是偏移几列？这个是偏移几栏 ？OK， 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栏都是同一栏，所以一定是零。那列的话呢，哈，基本上向下一列，向下两列，哎，所以你可以row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？把刚刚 color 跟 row 那个贴在这边，答案就完成了。因为有没有 color 跟 row 不是偏移列，刚好1、2、3、4往下嘛，哈。 所以做完的话，基本上哦 ，offset， 答案在这边也有了，这个 indirect 哈，所以 indirect 第一个 ，indirect 第二个，啊我第二个我还是用 mid 加 find 啦，啊我刚刚有用到 replace，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自己试试看。那 offset 的话哈，就是以 B1 当基准 ，B1 这个，那这个 color 跟 row 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index 做的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偏移几列。 那这个偏移几栏，一律是零，因为同一栏，哦，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出来。那其他呢，你可以再把它用 replace 哦，把它取代掉。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，就是延伸再利用，indirect 还有 offset 这两个函数哈。哦